有婚纱女王之称的73岁知名设计师 Vera Wang 在 IG 上在一系列照片向大家拜年，只见她打扮的性感，红色吊带长裙配上黑色手套非常时尚，纤细的身材更是令不少人羡慕。不过 Vera Wang 的外貌就遭到不少网民讨论，她的照片或多或少都有 P 图的痕迹，不过这次图片的修改比以往明显得多。网民直指 Vera Wang 已经开了十几美颜，但仍难以掩盖岁月带给她的痕迹，再加上拍摄角度问题，使她的头部及身体比例非常奇怪。